真的很抱歉，因为要盖永久屋，不得已要将你们暂时移到这里。等我们的新家盖好了，就把你们移到原来的地方。在变数中考验智慧，在艰难中每天到山林参加义工带着，努力的盖房子。我发现，如果很专心在工作上，就会忘了时间，一天很快就过了，也不会去想累不累，只觉得汗水一滴滴落下，失去家园的悲伤，好像也跟着汗水一起掉，回归到大地。我肩膀上的重担也减轻了，有的时候我连工地施工的声音都会听不到，反而会听见山上的水声、风声、鸟叫声，还有秋香唱歌的声音。谢谢谢谢。大户，早。菲尼斯姐你好。怎么样，工作上一切都还好吗？很好啊。每天领班的师兄师姐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大概也都得心应手了，而且看到房子都慢慢的成型，我们工作就越卖力，心里一直想着说，哎，早点搬进去住。这是大家希望的啊。我想啊，应该有很多人都等不及了。啊，对了啦，有个事情啊，想要跟你讨论一下。最近我们想要增加义工代证的名额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乡亲朋友。那更好啊，我想会有很多人愿意来的。真的啊？真好，只是哦，人一多，这管理上就要更用心了。我有听到领班的师兄师姐说，有一些乡亲朋友好像因为工作上太累了，所以就跑去休息，都找不到人，有点伤脑筋。其实这个我也有发现到，这样对认真工作的人是蛮不公平的。可是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我们想要请你当工地的领班。工地领班？嗯，不是已经有师兄师姐带队了吗？可是大家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啊，所以一时走不开来，想说请你帮忙巡视整个工地，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乡亲朋友是身体不舒服啦，还是说工作负荷太重，然后有什么状况就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。那如果有人偷懒呢？因为你跟乡亲朋友比较熟啊，所以就麻烦你劝劝他们，请他们赶快回到工作岗位，这样就好啦。
怎么样？好，我想这个工作我应该做得来。太好了。辛苦了，师姐。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师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秋香，小平，这是我儿子上回回那个蓝沙路拍的相片，给你看。你慢慢看，看完了之后你再还给我。好，谢谢。秋香，嗯，来吃冰。都几岁了，还这么爱吃冰？天气热啊，都赶快吃哦，要不然等下融化了。以前这个时候在老家，你应该是在厨房忙，一边做菜，一边唱歌。你也会在院子里面乘凉，有时候还跑到厨房里面看我煮菜，听我唱歌。嗯，这些日子是不会再回来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最近都在忙着盖新房子的事情，而把你一个人都留在工兵学校，而忽略了你的想法。你也不要把我当作小孩子一样，막사가이도무는도미나노안，该坚强的时候，我也会很坚强。我当然知道，这样好了，这个礼拜天我不用工作嘛，那我带你跟孟慧一起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。去哪里？
看的那个房子真的是我们未来的家吗？对啊，怎么会盖得这么快？我们看到工地那么忙碌啊，其实是很多人在帮助我们。但是房子盖好了，里面空空的，我们又没有钱买家具。告诉你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啊，一般的家具啊，像床啊、椅子、民生用品，政府跟慈济都会帮我们安排好的。真的吗？哦，可是不知道这个房子够不够坚固。我碰到一个营造商，然后他告诉我，他盖我们这个大爱村是一件吃力又不讨好的事。吃力不讨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慈济对我们房子的品质要求很严格，不管是防风防震都一定要达到一个标准。他还告诉我，现在我们盖的房子用的钢筋是一般人家盖四五层楼以上才用得到的。真的吗？妈，所以这样你也比较安心了吧？有啦，看到房子的样子跟一直听别人说差很多，心里也比较实在，比较安心。妈，你笑嘞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笑了。说看着秋香的笑容，我觉得也应该让她参加义工带子，一起分享亲手盖新家的喜悦。这样会不会太紧？不会，这样可以。我突然想到，除了家里的事情以外，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在外面工作过，心里有点紧张。不要担心，这里的人都很和善的。大姑早。两位师姐早。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太太秋香。啊，师姐早。早。这位是慧玲师姐，这位是玉女师姐。哦，老户啊，你太太这么漂亮，你还偷偷的把它藏起来，到现在啊才介绍给我们认识，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。